我们还是往雷坡。哎，也没有晚了。大道两平，才刚到，还没进城呢。山大马没进去，咱们动手吧。哎，你看后面那辆车，好像装的是武器呢。太好了，咱们一定要把这些武器给抢过来。哎，吴丹，你带上一些兄弟，守住这些武器。老胡，哎，咱们去和鬼子打一仗。嗯，行，这车武器交给我。 离这儿都不近，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我从昨天晚上就下令封城了，不光是你一定穿不出去，对，一定是花虎，一定是他们。大佐说的没错，这帮人确实不简单，给我打！追！ 司令胡队长他们赶来了，太好了！这两个真是活神仙啊！这下咱们有救了，跟我冲！走！大将军，你快走吧，他们的火力太猛了。那这车武器怎么办？交给我了，快走！好。 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就好。可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啊，今天我错怪你了，不该打你耳光。还没事儿，你不是不知情吗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你去给胡队长他们送信，我早就死了。你呀，这么做太危险了，今后可不许这么干了。是是，我也没想到鬼子那么狡诈。哎，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是真心抗日了吧？哎，夫人，别走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你打死多少鬼子？ 我想想啊，加上上次那两个，应该有6-5个了。那离15个还差得远呢，你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延误武性啊。再说，我还想在龙牙山待上一段时间，想再跟牡丹姐呀学点本事。那我得等到啥时候啊？哎呦，胡队长，这车武器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独立纵队和我们游击队都缺武器弹药，但民团的缺口更大呀。 我看呢，就把这车武器送给副司令吧。好，我们意见，咱们就当帮老夫个忙，这些武器啊全部给他。好啊，这不行，我们那么辛苦打鬼子，还打伤了龙牙山好几位弟兄的性命，才得到了这些武器。为什么不自己留下来？胡队长，我可没你那么大方。哎呀，牡丹，你别光想着自己，为别人考虑考虑。 这洛河镇呢，离龙牙山和南风村都远，他们最容易啊受到鬼子的骚扰。民团比我们更需要这批武器。高司令说的对，现在民团的实力很薄弱，我们应该帮帮他们。胡队长，高司令，哎，过来了。哎呀，这满车都是好东西啊！感情这日本鬼子拉来的武器，不是送给我的，是来对付我们民团的呀。那是。 加藤义雄那老鬼子心里贼着呢。嗨，今天啊，要不是你们大老远的来帮我们，我们民团估计早就完了。我看这车武器啊，咱们就见者有份，三家平分了。老傅，我们游击队啊，不要了。
留给你。是啊，徐司令也同意了，我们也不要了，都给你们。谢胡队长，谢高司令，谢徐司令。哎呀，有你们这么好的友军啊，我要再不真心抗日的话，那就不配做中国人了。哎，高司令，胡队长，你们可真仗义，还有牡丹姐，这么支持我家国光还有民团，我真是好感动。跟你相处这么久，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杨桃，你别再夸我了。 我这个人就是精不细夸。哎，我说老傅，武器暂时不要了，但是这酒啊、菜啊什么的都得备上吧。好，没问题。今天带上所有的兄弟们，酒馆够，肉馆饱，走，喝酒去。嘿，赶紧的吧，走。